そちらの要領が分かった。行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、暫定的に片山隊に権限を与える山田敬三。なぜ殺したんですか？なぜ殺したか。簡単よ。私と山田将軍との連絡方式を知られたからよ。これが流出してしまったら、結果は想像もしたくない。我々大日本皇軍の八路根拠地攻略を順調に進めるためには、彼に犠牲になってもらうしかない。だけど、死んでもらう人間は、もう一人いるわ。片山隊、今の指揮権はあなたにあります。よろしい。彼らを縛り上げて、監視を5人つけなさい。他の者は、私と一緒に出発よ。はい。貴様ら5人はここに残れ。他はついてこい。はい。すげえ、すげえ。おい。長官、通信に失敗しました。何か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。すぐウフリに向かうぞ。はい。全部隊出発。今から坂田少佐と連絡を取り、チャンランタンに到着したか確認する。兵力が足りないわ。坂田部隊に我々と協力し、八路本部を攻撃するよう命令して。我々の通信兵が。あなたは向こうに機器を設置して。はい。ここで休憩する。也朝五福岭去了。看清楚没？我当然看清楚了。有多少人？大概六七十人。啊，这么多。肖希树的命令就是前往五福岭纪律中心建了一个实验。不是，就是去五福岭。难道我看错了？谁？哎，主任，出来！出来！把他拆下来，出来！这个人应该就是鬼子派来的探子。你才是鬼子派来的探子呢。你拿什么证明你不是？葫芦岭知道吗？萧西树知道吗？谁推倒的？老子我。少吹牛！谁能证明是你推的？哎，我说你，哎，懒得跟他废话了。哎，王总，绑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你叫什么？二娃子。表弟。再动一耳去。原来你就是二娃子。这么说来，你们都是东营区中队的了。你哥哥。是不是粤泰县委曹书记的通信员？是。你干什么？这是你哥哥让我给你的礼物，
收着吧。我表哥人了，啊！我表哥人了。你表哥他高升了，现在我是曹书记的通信员。我见过他，是个厨子。哎，你不是老刘家的四小子吗？哎，你不干厨子了？哦，我头八路，打鬼子。 偶尔给曹书记炒两个小菜，哎，怎么样？都是熟人，这下可以相信我了吧？你说误会你了，兄弟。队长，快下命令吧！鬼子快要上来了，现在敢往五福岭已经来不及了，咱们就地阻击。队长，我们硬拼是拼不过鬼子了，我们绝不能让鬼子到五福岭。曹书记是让我们拖住鬼子，这里可不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啊！必须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。别的地方？小鬼子可不是你干儿子，能听你使唤。朋友。 走吧，有办法了。快点，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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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告します。八郎が社賊で我が軍の捕虜は虐殺しております。八郎が捕虜を虐殺？ありえない。貴様、八郎だろ。はい、地方の八郎の武装で正規軍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少佐、我々の目標は雄太中心圏です。中国人め、帝国軍事を虐殺するとは、貴様らの首は刈り取ってやる。命令だ、戦闘準備。はい、都準備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好了，队长，好了，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稳住，知道。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拉。现在差不多了吧？好。再近一点。刘同学，准备了。好，我数一二三啊，三。被鬼子剁成肉泥，我也要和山谷里的弟兄死在一起，下辈子再一起打鬼子。好，曹家伙，跟我冲！
山的，你这个中国八路还真能打。谁说我是八路？我只是一个痛恨你们小鬼子的中国厨子。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竟然跟一个中国厨子决斗，你不配！粤台根据地抗战史中一场悲壮的此战，粤台东营区中队117名队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曹书记，敌人追上来了。过了山就是五福岭了，走，我们快走。曹书记先撤，我们掩护。喂，谁敢去？怎么了，小祖宗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又坐下了？昨晚子时才睡下，今早卯时就起床了。我们又不赶场，就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啊？你，闺女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咱们早点回家不早点踏实吗？刚才咱们碰到鬼子了，让咱们躲过去了，一旦要是再碰到鬼子，那咱的麻烦就大了。我看哪个鬼子敢碰我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小子，哎呀，你说就你这性子，哪家后生敢娶你？不娶就不娶。怎么说话呢？爹，要不这样，您再打听打听，看哪家有俊后生，咱拉过来就跟他拜堂，怎么样？这怎么说的呢？相公，快给奴家戴上。好，好，好，戴上了啊！好，以后奴家一定好好服侍您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！我是你爹，我怎么成你相公了呀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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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。我要尿尿。哎呀！好，行行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
怎么了，姑娘？你看，是，是。真细心呐、啊！你爹这一辈子都没让你这样照顾过、啊。人家是打鬼子的，你要是打鬼子受伤了，我也这么伺候你。哼，跟你瞎说！你爹就这个年龄呢，还打鬼子呢？打不动了。那就别说风凉话。这样的男人还是真难得。好。你爹不是真男人啊！我去干点女人的活，我去做饭去。小兰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总部下派我到粤泰中心县委来协助您搞好民运工作。好啊，真的，那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给东东带的礼物，你看。白天一看，这长得不咋地呀、啊！你跟你爹年轻的时候比，这差老了，就像那个什么……那会他醒了？你醒了？你都睡三天三夜了？啊？这是……哦，啊，谢谢你们。救了我这个大毁菜啊！你这两天一直就没消停，一会儿说什么打仗啊，一会儿说什么冲锋的，你在瞎子谷打了多大的仗啊？这是？哎呀，姑娘，这是哪壶不提提哪壶，你看看他这个样子，那仗能打小了吗？你饿不饿呀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做。嗯嗯，萝卜汤、葱去两味。萝卜丝儿生津解百毒，就吃萝卜吧。那我去洗萝卜，啊，我起来。哎呀，你伤还没好呢。哎呀，不行，再不起来人要生锈了。来来来，慢点啊。打破嘴骂大街，血口喷人呢！
什么？嗯？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我把你扔上筛子！吉田将軍。い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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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君の戦いはとても勇猛だ。私は知りたいんだ。君らはどのように八路の計略に騙されたのだ。八路ではありません。では何なんだ。自分の敵はなんとただの料理人でした。いや、あれは料理人ではない、八路だ。八路が我々の捕虜を虐殺した。よろしい。八路が仕掛けた陰謀奇計だとすれば、我々は全世界を震撼させることをやろうではないか。各大手新聞で宣伝するのだ。いわゆる八路の仁義なんぞ粉々にしてくれる。坂田君、君は帝国の英雄になるぞ。敗北者は英雄に値しません。しかも自分は八路ではない、ただの料理人に負けたんですから。おい、この近くの村を調べるよう人を送るんだ。入庁先知らぬ通信探せ。はい。老黄，开门呐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！我说老黄，快开门！哎，太监请。哎，保长，这什么事情啊？把太君都惊动了。哎呀，太君这不来查良民证吗？保长，查良民证。保长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和我爹刚回村，哪有时间办呀？哦，对对对，哎，报告太君，他们父女俩呀，的确是那刚回来。他们父女二人啊，是那个变戏法的。哎，太君，嗯，走。例の料理人は見つかったのか。将軍閣下、まだ調査中です。しかし意外な収穫がありました。何だ。八路を捕まえました。どうやら奴らの幹部です。奴はどこにいる。就没一个会讲中国话的吗？就没一个会讲中国话的吗？啊啊！你会讲中国话吗？年轻人，我好像在哪见过你。贾汉文是你什么人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要再装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有一个儿子叫贾世杰，一年以前已经投靠了八路。报告，没有发现。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仨，嗨！我们的，给那太君泡茶。没这个爹，老子没这样的爹。真可惜啊，你们父子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。他怎么了？他已经死了，死了，被太原城的八路给杀死了。老子就是八路，我咋没听说过呢？哼，
宗兄。太干，这个上面就登着太原的姓名会祭奠你父亲的文章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，怎么可能。你爹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为父报仇，二是要死在皇军的枪下。你刚才太君慢走。吓死我了，你就为了这么个人差点把咱俩都害死了。行了，你别老叨叨叨叨，就想害死你。哎呀，这个姑娘小鬼子又是开枪又是刺刀的，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莫怕莫怕，啊，没事啊你啊，没事没事，霍大叔没事。哎呀，你可倒好啊，为了你呀，我们俩差点被鬼子给抓走了。有啥可怕的？哎哎哎，男女人授受不亲，这是礼数，咱不能这样。爹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为了救他，我该看的不该看的我全看了。啊！现在给我讲礼数，晚了。哎哎，你，哎呀，闺女，你不嫌我丢人呢？你该看的不看的都看了，你到底看哪儿了？都看了。现在回屋去。哎，霍大叔，霍大叔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今天都是因为我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晚上我给你们整点好吃的，算是给你赔个不是，看怎么样？真的？真的。什么好吃的？拿手绝活过油肉啊。那葱椒羊肉你会做吗？这道菜我要说第二，全山西没有人敢说第一。羊肉来啦。爹，哎，外面那男人我看上了，人家武能骑马扛枪打鬼子，文能做饭逗我开心，这个男人我要把他收了。你狐狸这什么？接着吃。我不吃。真不吃啊？不吃。那我拿出位大黄狗来。哎呀，你这个败家子儿！我吃我吃。爹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嫁人吗？我嫁给这个男人不冤。你是我亲爹吗？这终身大事你得管呀。
吃饭了。啥意思啊？想不辞而别啊？我是想走，但你放心，我走之前一定会跟你跟华大叔磕头谢恩的。看你这副正经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要给我们一座金山呢，原来就是磕个头啊。这么晚去哪儿啊？今天是东云区中队兄弟的头七，我想给他们烧点纸钱，我对不起他们。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曹书记的通讯员，我只是个厨子。你不是八路啊？那你咋会有这个？这个是曹书记的通讯员，临死前让我交给二娃的，可没想到，我刚刚交给他，二娃也牺牲了。东宁区中队的兄弟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我千算万算漏了一算，小鬼子非但没有撤，反而还冲了回来。兄弟们，请放心，我刘传锁对老天爷发誓，我杀一个鬼子，替你们报一个仇。你们一共牺牲了100多号兄弟，我就杀100多个鬼子。菜刀卷刃，我就用拳头，拳头被砍了。我就用腿，腿被剁了，我就用牙咬。不知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替你们报这个仇。你别哭了，伤还没好呢。裹面粉炸鱼，不糊锅。要不是我，兄弟们就不会死。感谢你们把忠心县尉从鬼子的虎口里救出来啊！我们也是忠心县尉的一员，曹书记，您这话见外。那我就说一句不见外的话吧。以后忠心县尉的工作，你们要挑起来啊！陆副书记，曹书记，现在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急需查实。刚刚我们接到根据地总部传来的消息，平津记者团将于2日以后抵达越泰县城，将要全程采访和报道我们八路军在瞎子谷屠杀日军战俘事件。根据各方情报显示，如果瞎子谷屠杀日军战俘真实存在，那应该是忠心县委下面的地方武装所为。现在我急需知道，忠心县委的领导是否知道这件事情。那么看来，是鬼子故意栽赃陷害。翻越吴府岭的时候，我确实听到夏祖国方向有枪声，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啊！必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是要在最短的时间找到东云区中队，只有找到他们，才能够了解事情真相。我同意。多派一些人，
去找他们。上了，来喝水。谢谢啊，这几天不练拳，心里空落落。你不是厨子吗？练什么拳呀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咱山西可是武术之乡，3岁的娃都能打上一套太极拳。哎，像咱祁县的形意拳，啊，吕梁的茶拳，哪个不是锤子砸铁板响当当啊？想当年晋商的生意做得很大。都是靠咱太行山脉的镖师运送镖营，这土匪军阀哪一个没打过呀？都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。相公，要不是做饭的天赋太高，没准现在就在某个大院子里面做助拳呢。行啦，少练会儿啊，伤还没好呢。我自己来行了，谢谢啊。好，我去做饭。你这刀还挺特别的，还有花哎。这把刀是我师父留给我的，给皇帝老做过饭，还杀过8国联军的洋鬼子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师父在哪儿啊？前不久，我师父被小鬼子打死了，这个仇，我一定得报。认得你。